如果有機會你真的會殺了我，咁就以差人咯。咁我再見到我，再見到我，我一槍我就拍低。你跟住我哋幾條街啊！你快啲俾翻我女我啊！如果唔係，我逐個逐個斬死曬你哋。謝偉有事可以嫁俾你，我覺得呢個媽咪好陌生啊。其實小夏嘅親生爹哋就係嗰個差人。 PTU 機動部隊每逢星期一至四夜晚9:30，八度空間 Attention 播出。